哎、欸，苑靖，跟大家拜个年，新年快乐，红包拿来。台语啦，台湾人讲台语。新年快乐，红包摕来。红包啦，红包摕来。你台语足好喏，你。我台语足好诶。来四二六台语怎么讲？是啦。干嘛？是呀、啊。阿拉，哎、欸，西阿拉，西拉死罗仔哦，林拉，西拉，来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哦，一、嗯、到十，台语怎么讲？我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八、十，啊，你七个够诶，几家？够白，够七大够啦，差不多，七个够，七大够，等一下。我广东话很好哦。为什么？你同事有教我一句什么？那个拜年。哎、欸，好，你讲。他说：“新年快乐，红包来，丢雷龙猫草发嗨。”靠背哦。干嘛啦？你知道丢雷龙猫草发嗨什么意思吗？他不是新年快乐吗？丢雷龙猫草发嗨是干破你俩老鸡歪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他好了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我还新配啦。好了，拜拜。拜拜懒惰了。